煮开，用人物使民求，汤本本接位土，借人物及时还，人借物又不见，还出言信为先，杂物忘客可厌，花雪多不如笑，危机时无人靠，铁宝花会无处是惊奇，切改之解说。借人的物件爱先明确征求人的同意，若无就算是贼仔的行为。向人借物件爱尊敬行人，颠倒讲，若是有人甲咱借物件，若是有就毋通当算毋借。讲出嘴的话毋通反悔，因为信用是人甲人交往中上个重要的品德。欺诈虚伪的代志甲话，毋是咱应该讲应该做的。废话连篇，不如莫讲。讲话应该实实在在，毋通夸大不实。刻薄的话，甲骂人的垃圾话，还是粗俗现实的话，这拢爱避免去讲。